你先看麦，顺续给我解解水，先安怎你的外套会有消炎反应？所以你是今日上去检验？啊，你今日的布是头壳会弄着我，把隔壁破掉的身躯顶冠。 才找靠天花去洗衫，其实你是偷偷去采样哦。你直接问我就好啊，敢有需要你营业啊？秘书，我敢那真正做啥物袂见光的代志，咱是一家伙啊，敢有需要你对头啊？大哥，倒落啊，无白意思啦。是陈龙俊今仔日从急走。 我问过陈良信，还有其他的人，拢找无线索，毋知这个代志到底是向怎？如果 Dora 有评论身躯顶有火药味，所以你才加一个心思，送去检验，毋是特别针对你。是安尼哦。赵阿强，你敢不敢解释一下，现在你身躯顶你的外套顶面有火药味？ 你的外套顶面就袂有火药的残留物啊！那我就真正有开枪啊！我今日透早去靶场练习射击，堂姐你嘛知影我的个性，我若对枪代志有兴趣的时阵，我就调落啊！十米气步枪就拄好是我即摆咧耍的。敢真正遮尔卡哈？ 我敢有需要甲你骗，你毋相信哦？来，阿姐，等下我伫靶场停车场的收据，恁看卖，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啦。我毋对，你无骗我，阿舅。 还是想搞菜伊啊？没啦。对啊，超强，你免看你心肝内，就因为陈东俊莫名其妙去用劫走，警方那边嘛无消息，啊，我就去烦恼的，我惊陈东俊会走去乱亚杰，所以就较敏感。哦，紧啊，堂姐，我会当了解哦，你甲亚杰两个人。 遐尔好的姊妹感情，我会解释清楚就好啊，对吧？对啦，歹势呢，麻烦你走一撮。袂啦，是今日走嘛，毋是我咧走。好啦，我明仔载透早还有潜水课，我先走哈。林刚加个讲。阿强，多谢你，开车慢慢，阿仔。 敢是咧误会阿强啊？我嘛唔知影呢，啊，不过我感觉这一切是过较合啊。秘书是伊早就约着咱咧怀疑，所以该准备好的讲法，伊早就传好伫等啊。哎，啊，拢几点啊？要人厝里做人客嘛，才选一个时间呢。 太姐，今日叫了，有代志要甲伊请教。阮，你什么时阵甲这个查某白做伙啊？原本我搁咧想讲啊，你会为着罗安杰啊，一世人拢无爱娶来处罚家己。看起来是我想伤济啊。你竟然啊，甲这个变身啊白做伙联手，搬一出苦肉计来骗我，而且即马搁愈行愈歪哦。 讲到底，陈东俊才是真正的变身啊！伊欺骗雅杰，阁想要甲雅杰害死。我甲文瑶是因为雅杰的代志，才会变成朋友的。大家做伙找出真相，凭雅杰甲伊不顾的囡仔一个公道，请你莫超过伊，用迄种下流的眼光来看阮友情。如果是一个讲话三到六千的查某，看起来啊，这几年来啊。
你看查某的眼光完全无进步，这个就甲卢安姐同款差别啦。你敢一定按来讲话？啊，无敢讲，我着搁爱好好啊款待这个甲董俊骗到玲珑市的查某，这个变神啊！好啦，时间已经暗嘛，我要来休困，就无甲恁招呼。陈爷，上去。小等人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我有得到消息，有人想要对林子谦出手。迄个时阵真拄好，你嘛出现了遐。我是安怎才要对你交代啊？先有交代，后壁才有买卖。什么买卖？因为我发现，把陈东俊夹走的神秘人真正身份啊！这个消息，你要提你怎样的代志？跟我讲。你真正知影是谁把东俊夹走的？你真了解，我是讲会到做会到的人。我嘛是为了解你才来找你。我相信，你若真心想要跟陈东俊斗相共，你就袂拒绝我。今晚你敢愿意跟你知影代志跟我讲？至少我确认，咱目标是同款的。我来请律师去申请买看林子谦，主要是我烦恼东俊真正去找伊找伊，结果东俊真正找伊找伊个小查某，只不过伊并不是去救，反倒是想要自己的性命。陈东俊要杀林子谦，真有可能？这是林子谦亲嘴跟我讲的。伊只尔爱东俊啊！东俊即马咧逃亡危机的时阵，伊敢有需要搁安一条绝命后位？甚至伊差一点仔死伫东俊的手里，伊根本无晓替伊解释，讲东俊是不得已。陈东俊讲，伊要害死林子谦是不得已的。嗯，东俊讲，甲东俊劫走迄个人，甲伊交换条件，只要东俊替迄个人啊，把林子谦除掉，伊就会帮助东俊重新恢复自由。也要国外东山再起，所以东俊不得已才对林子谦动手。所以陈东俊跟我看到你，你看到你了后跟我什么反应？还是做伊走啊？有人要来斗三工啊！迄个人搁等烟雾弹在阮左头，彼当阵规间白衣拢白茫茫，我甲等的啥物拢无看到。少爷，你想咧？敢有可能是伊做诶？真有可能，加上伊诶身躯边拄好缀一个助理，只要有人斗三工，要指出就毋是真困难诶代志。恁两个即卖伫遐起起处处是咧讲啥物？毋是讲好要交换情报？到底东俊伫谁诶手里？我即卖等你诶答案。我甲超越怀疑，甲陈东俊夹走诶人。是江超强。其实江超强，伊不是普通，伊是我的堂弟，是环宇集团总裁江崇仁的狗仔。今麦你应该别个怀疑，伊无大无主完啊。真疼。安尼就表示哦，你身躯顶个器官有问题啊啦！啊，这边嘞，嘛足疼。你哦，你根本是超工咧对付我呢，乌白痴，一点仔效果拢无，佮害我佮较痛苦。是讲哦，嘛唔知影是倒位会当治疗你个脑中风，袂要紧啦。安尼我就凊彩饲啦，无定着哦，真正互我饲着，你就会当徛起安尼来。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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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看，啊那悠悠遐尔有回来啦。
来是回光返照哦。我就在想讲哦，谁啊脚一脚都无力啦。啊，不过哦，可见啊，我给你做脚底按摩，功效真好呢。你看，我对你偌好嘞。辉煌，来，来，紧爬过来轮椅遮，紧嘞！我会记得咱先生跋扈的时阵哦，拄咧乌爬，啊，常常咯，脚床崴一崴一，爬过你遐，你拢会笑哈哈甲抱起来。咱先生遐阵哦，实在有够古锥的啦！啊！卡出咱先生那个话嘞，唔知道偌好嘞。我人生都被失去目标啊，所以除了追求钱以外，我阁会当追求啥？追求家庭，追求你对我的爱。其实你一点啊都无爱我，你只是把我当作是一个替你生囡仔的工具。把我当作是一个二四点钟免钱的使用人啦，尔。不要，弟弟敢不真奇怪，是安怎？我雄雄对你的态度会改变做安尼？你偷偷啊走去新加坡，叫环宇集团的总裁替你进行的迄份文件，我已经看到。在我看到文件的时阵啊，那时阵我对你的感情都拢已经无去啊，就亲像这洗脚水同款，已经冷啊。都亲像拍出去的水同款啦，永远无法度收回啊。啦，啊！不过我即马登去房间哦，整理一寡物件呢。无安尼啦，你先提食啦。啊，等我甲代志处理好势哦，我再来替你换清气的衫裤，好无？啊，是讲我什么时阵有闲，就爱看我的心情啊。好，你慢慢啊等。总裁啊，你这个心理变态查某，等我若好起来，我一定袂放你出来。